我们花了一小时走到进湖，这是需要用人走的路，没办法开车的。这边非常漂亮，在上面就是那个著名的圆顶石，被挡住了，因为角度的关系。所有的进湖就是会呈现倒影，让上面的石头会倒影在湖面上。但是现在比较干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是在湖面上的道路上，这是非常漂亮。这里是进湖，水比较少。这就是优胜美地很知名的美景，美国的国家公园之一。